在球场杀人无数的左邻右里，竟然被答非所问挑战给逼惨了。邀请到钟伟哥和丹哥来一期答非所问挑战，那规则呢，就是我问什么问题，你们就不要正面的回答我就好了。丹哥，今天高尔夫打多少杆？不打羽毛球。钟伟哥，你入选名人堂开心不开心？哎，这个停顿了啊，就是要算了。一见球衣，一见球衣。好，丹哥，你觉得现在你跟钟伟哥开单谁能赢？停顿了啊。也是一件啊，也是一件，也是一件。我们很多建议。好，这件好。啊，真是。我争取不输，争取不输。争取不输。好，准备啊。钟伟哥，你上次见丹哥是什么时候？两件。丹哥，你中午第一道菜刚才吃的什么？昨晚很辛苦。钟伟哥，你今天开什么车来的？去金陵车。回答喽。三件。你回答。三件。丹哥说出一个钟伟哥的缺点。今天这个玻璃很漂亮。钟伟哥说出一个单个的缺点，这个玻璃很漂亮。小编今日份的快乐已经。